各位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天元围棋频道的现场直播，我是主持人唐丽。我是刘晓光。那么今天呢是一场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场重头戏，这个21届富士通杯世界围棋锦标赛的决赛将在中国棋手古力和韩国棋手李昌镐之间进行。那么赛前其实很多棋友啊，还有一些媒体啊，都对这盘棋投入了非常大的关注。不知道刘老师您今天可能会，我们自己是作为中国棋手嘛，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心理因素这个在里头。那如果从实力上来看的话，你比较看好谁呢？不能这样，是应该在赛前说啊，是实力相当的，实力相当。在网上问了这个什么压分是不是？要可能还李昌镐还居最高一点，居高一点，哎。他是应该说是一个旗鼓相当，应该是非常期待精彩的一个对局。另外这两位棋手啊，真是叫棋风正好是相反的。相反的。一个是力战型的代表，那么这边呢，他是一个均衡型的代表，内功的。那么正好是相反，一定会比较精彩的。而且这两位棋手此前就是今天这盘棋之前有过7次交锋。一个古力是3胜4负，可能稍稍，但是这个胜负其实并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毕竟古力的年纪比李昌镐小很多，在李昌镐特别鼎盛的时期，古力那时候还小孩。对，那还是古力不但年龄要有优势。不管怎么，3胜4败啊，这个应该是距离很近。对，差不多的。你相比别的棋手啊，古力在应该算是成绩对李昌镐来说也算不错的。不错，对对对。那么两个都是也可以说是代表人物，那么这样的比赛应该是大家期待的，非常期待。对，而且古力，特别是古力，非常就是特别需要用今天这盘棋的胜利来证明自己，毕竟他在今天之前曾经拿了2个世界冠军。但是呢，对于很多的一些棋友来说，都会觉得他是从自己人手里拿到世界冠军，毕竟这一次正好是从这个外国人，而且是李昌镐手里。前面两个冠军都是因为赢了就中国人，对对对，正好是两位中国选手最后决赛相撞，最后古力胜出。那么他多是不是觉得含金量稍稍差了那么一丁点？大家会有话说吗？你怎么老赢中国人了？是，还是会有话说。但这次如果赢了，那么就可以说证明，那么一样，就意义就不同了嘛。对对对。从李昌镐手里如果夺金的话，那含金量可能就更不是一般的高。那好，我们来看看这盘棋的进程。好，我们来看这个棋。古力执黑。古力执黑，这是拆先的这个。黑白棋跟国内还稍微不太一样，它是天六母半的棋。天六母半啊，母半的棋，这个是古力黑棋啊，走的这个，这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布阵。你看二连星，李昌镐常用的二连星，现在就这么平稳的手脚。那么白棋呢，分头当然无可置疑，就是很多了下法。但现在这个流行是挂角，挂角，对，而且最近家这个很多，而且二线包家也很多。最近他们下了一个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下法。现在呢，这个李昌镐双飞燕，双飞燕，双飞燕是这个形状呢多，这个下法啊，最近这个变化很多，我们就不一来给大家介绍什么点角、挡啊等等变化。现在反正这样的布局对于古力来说的话，在国内像联赛啊一些比赛当中是经常使用的，经常使用。对，好，那么现在他们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定型。对，刘老师，我记得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定型定式，似乎在我印象当中曾经觉得黑的不错，黑的不错 觉得黑的这一代好像配合距离这个也挺好的。应该说这曾经有过，当时有过一段风行像这一类的二尖高加这样的形状。当然大家觉得这么点三三的话，觉得黑棋比较厚。喜欢掌握黑棋的喜欢下黑棋的人多。现在呢在这里呢应该相差有限，应该说这个黑棋来说没有什么不满意，应该这么讲。对，因为它这个五九角的这个朝向也是非常的比较厚实。但是呢李昌镐呢可能想选择快速进行，选择比较简明，这个选一个简明的也不能说完全不可以，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对，他们在这个地方没有过招，赶快就走一个这个马上抢八场，他走了一个手脚。应该说可以啊。下面挂角，挂角也当然是怕他连片，如果往这边下，他担心他连上啊，或者这样
这种想法，他不愿意这样想，那么先挂脚打伞，先从这边走。否认呢，李昌浩稳稳当当就守个脚啊，稳稳当守个脚。李老师能否考虑加工呢？加工当然是一个又是一招，哎，当然有，当然有。对，比如说二尖高加，所谓这样，对、啊也是一招下法一招。感觉跟这边好像白蟹能配合。这个地方应该说是多种多样的变化太多了，嗯，这个就看你的研究心得在这个地方哪一个比较多。我自己觉得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赶快那边能脱身再抢这边位，这个位置这面走一个很大，因为这面是一走黑棋走啊这样立体的，白棋走那就差很多，这双方的一个消长的要点。对，那面呢看清赶快走一个比较能脱先的定式那最好、嗯，现在他走的这个，那这个是最简单的获取先手的一个。对，这个他就这么想的，对，然后呢，他这个棋呢，他就撞上去了。对，撞这个。李昌下这个下的比较多。比较喜欢这个，这个定式太，这最初韩国棋手研究这个研究很多，变化很多。这个棋呢，就看黑棋的选择，就这个形状，正好呢撞在这个地方。可能李昌浩感觉觉得这样定型啊，他能够比较熟轻车熟路啊，比较会掌握。现在我们看实战啊，实战黑棋上扳，扳一个，那么白棋退一个，白棋退，退一个，对，黑棋接，对，这个棋刘老师我会觉得比较的少见一点，少见一点啊，要么是压，对，压，对，比如说白棋下扳了，然后黑棋长，白棋挑，对，他长一个。然后定一个，然后黑棋再尖一个，对、哦，通常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定式。通常也许会这样下，点一个，也许黑棋粘上，白棋补一个，这样啊。我的是不是黑棋觉得不太满意啊？目前如果从配合来看，我倒没觉得，我觉得这样黑棋关键你下一手能抢回这个、就是啊，我认为黑棋这样下还可以啊。那为什么？我倒喜欢下这个黑棋。因为就关键我觉得就马上这步大场特别重要，特别大，看似棘手了，对，很大很大，这个很大，这个绝对是我认为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这样呢你抢到这个呢把这个张开，然后呢这样呢你配合这个整体形式还是不错，这样是一种选择，但是鼓励没有这么选，这样比较普通，可能非常普通，没有这么选，他选的粘粘这个呢，很少见，少见吗？最近下的也不少啊，这个下的原来是不是刚才那个念那么熟悉，没有那个熟悉啊，这个最近下的也不少，这是一种新的变化，下这个是比较偏重于后势，比较偏后，这个接一个，这个呢白棋要抢三三了，对，根据地，根据地，对，这下关键是这个跳，啊，这个跳一个。说白棋这一边可能不如刚才搬完以后跳这边的形状那么舒服，当黑棋跳到这儿的时候，这个黑棋就是下的非常厚实，跟古力啊跟李昌浩啊刚开始下的很厚，是不是他对布局有什么想法，想以这个厚啊来猛攻这个，他厚了以后中盘的时候才能发力、中盘发力，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这也许对这个定式啊他有研究，这跳应该是定式，要定式，这个并不好被扳住啊，走这个，然后我们看实战，对，走这个，这个变化特别多，特别多，就是说有一个变化是这样的棋，走这个断一个，断这个，对，断这个，这手白棋是我觉得，如果吃掉黑棋满意，对，这样黑棋满意，这样黑棋整个定型来说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呢，这他害怕是白棋粘。这样走这个，对，这样是扳，对，这一顶啊，这一断呢、啊，这个就特别复杂了，特别复杂。唐丽，这个走什么？这个你扳的接上吧。接上啊，他做眼，这个太复杂了。这个得破眼啊。如果你破眼，他在这儿藏一个，对。我总觉得黑的好像。怎么有点为难的样子，看上去是不是有个断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边，有一个这样，走这个，铺一个，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压，粘一下，这个，对，让它收气比较难，可能是特别复杂。
这个旗呢搬起来挡这个什么飞机猴一个，这个地方相当复杂，这个地方要讲的话可能有半小时啊，把这个变化可能能摆完，但是呢现在不容易，就是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难解难分的下法。虽然说实战他们是选择一个比较简明的下法，但是这一代的变化是特别复杂的。对，这个没有鼓励，没有往那个地方走，就看李昌浩这么跳了，他马上啊没有直冲了一个单上，他没有去直接去压了断，马上要求走那么复杂的棋。现在主要是白棋闹先手，白棋这里不用再走棋了。那如果你走这个被他断，哦，反倒不太好。走这个，你还得把它走，把它争掉，争掉，对，争掉。白棋走那个，黑棋走这个，这是这样黑棋难移。但是呢，这个棋白棋不走了，不交换那个，白棋走这面。这个是吧，实战白棋走的这个，这个特别大，我觉得大，因为这面张开的这个黑士啊，这个这一招棋限制了黑棋的发展，应该说是个好点。对，这边也有点影响。对对对对对，下到这个时候啊，感觉白棋好像还可以，比较灵活，布局好像是很有心得。那个放着不走，因为放着不走你也不好走。我到无外乎也就是像吃了，你要吃两个那就没意思了。但是外边损了，是那不可以。你吃走什么？你走这个被这个吃掉那不行，吃两个你要多画了一手棋，那绝对不可以的。你要走在这儿呢，被他一扳有点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对？你要是这样走补爬一个补断而已，第二个就没意思了。对，爬一个，你看他立一个，还有个断，形状很难受。你再去补一个，被他白棋出头，这个棋就没意思了，这白棋就是，这黑棋就失败了，这效率不高，所以这个不可以，不可以。那么这样不可以的话，这个头绪在那个地方不好走，你这也不能走棋，这样的话太缓，这个连续不太多，就是效率不高。在这打入。实战看似说是这个方向在这打入好吗？但是这个正是鼓励强的地方，他找头绪，所以找头绪，在这个地方先打入，打出一块，然后伺机在那边看看什么形势，然后在那边怎么走。其实这个是刘老师，如果不打入的话，其实黑棋还真的不是特别好选。方向不知道在哪选、啊，总不能自己围控吧？自己围控反不好，有点消极啊。这样不，你在这互围控的话，你这个后啊不发挥。就是。这个你看，这铁头这儿又是铁头一块，你给它互相来。大家都成空了，你就不发挥了。而且黑棋感觉上是一方空，对，你的力量就出不来了。你鼓励这个好，这个是看着有点无力，但是它这个容易出力量，它到时候啊进行接触战之后，它的刚的那一面呢就可能出来，就能发挥出来，它的强项凸显出来，凸显出来啊。那么李昌浩对付这个他该怎么办？其实刘老师，我会觉得这手棋也不见得就是一定要说它是打入，其实我觉得是攻白棋，这个字也能说得通，因为黑棋后嘛，就黑棋后这手棋，因为白虽然说白棋这边是拆的，感觉上黑棋是在打入，其实仔细看来，我觉得像加工也可以说加工，应该是比较强，应该是比较强的一手。实战白棋尖一个，对，这个能否跳不跳一点？尖不错啊，尖不错，给他施加点压力。对，你这个跳，他以后还有什么靠啊、拖断，这挺好。飞质呢，怕他靠了断啊，就尖一个可以，我觉得可以。比较扎实啊，尖。小尖不能说坏棋吧？挺好的。我是想，跳的话步调快点。头走得更畅一些，然后对那边的一个黑棋的阵势有一定的就是起到消极的作用。我们看黑棋靠压，靠压那搬，毫无疑问要搬，对这个。然后这时候我觉得李昌浩能否更强一点呢？更强压，你说再压一个，再压长，你长的话，我哪怕再补都好一些了。
但是拐头没有刚才那么有劲儿。哎，对，我是觉得，先不说你长，你大概这个的话，敢断吗？敢断的，假如敢断，狐狸这不是力量很大吗？假如你断，断打一下，打，白的长，对，这个作战行吗？白的。这个就不行、啊、黑的行吗？对，你看你走这被吃了那不行，你推这个的话被我这一切，这个还可以再打，对，这还可以再打，这样作战白棋可以，所以说断是现在说可能不行啊，不行了，你这如果你也不行，你说唐丽说这个的话，我白棋算在这里已经好多了，已经好多了，哎、嗯，应该说白棋这样好，或者是。再粘上也好多，那我可能黑的、嗯、可能从这边拐书可能不是很好，头不是很好走，后也是不是从下边溜走，如果是什么，如果是白棋希望的、啊、哎，你只是在这里，你看在这里溜过，在这里没有意义，哎，在这儿溜过，他的把你破了，他希望你走这个，哎，溜过的话围空的话没意义，也许啊，我觉得白棋是不是这样会强一点？嗯，哎，如果我可能会考虑这样。那李强啊，你看太稳当，你看是不是怕他断呢？那狐狸这两周走强自己之后啊，嗯，还是比较好。他这儿还能多一点，还能点着一下，这个很舒服，这一边还是比较舒服。然后他就自身虎一个，虎一个，哎，虎一个。强，很强，因为你这个脚是很弱的。对啊，这个手其实现在不这个脚要补气的，嗯，不管是在漏啊还是点三三的，你这个都很麻烦，哎，这里面很弱，就算他挂一个也不得了，所以补一个是没有办法，这个白补是本手，然后黑棋再飞一个，对，这手其实要是能不能更强一点呢？中间不走了？不是，就是比如说这，你应该做准备啊，中间还欠手，欠手，欠手。如果你走这个的话，那他这个往这儿拐一拐，你也受不了啊，是不是？嗯，这个没有意思，而且他现在出头你也不好办。先把自己走强了。对，首先他在这儿搬你一个，你难受。中间还要这个地方要插一手棋不行，他这个好棋。你看，如果这个的话，推车嘛，这样推车的话，这样并不好，被他一搬，搬了他就搬过来，这个不好，是吧？这个不好，这他就搬过来，搬了搬长，跟你厚度在一起了。他这个飞是不错，飞挺好，飞很好。他考验白棋，走那边还是走上边？啊、哦，现在白棋两边都需要考虑。他说你白棋如果走上边，走上边然后搬、走搬一个，他搬心呢这一类的东西吧，这一类的攻这个白棋，这一招呢是把白棋这个扩张黑棋这个，然后攻白棋，多数人呢可能会往这儿想搬一个特别大，对呀、啊、搬一个因为那个路很大、这个地方面临着你选择，你如果这样吃回来，他把他顶一个角都是他的空，嗯，是吧，特别大，你要只是这样后手补回去补哪儿，补大概爬着补，是吧，爬着补，那么白棋可能连角带边，在这个吧，这里补一个非常大，对应看这个多大，而这个也不怕，这个有力啊，这个能往外跑，那个特别大，关键他惧怕这个，搬的时候他怕这个，这带着木的功能，对，怕这个大，怕这个，你如果搬他怕他这个，你怕怕这个，但是呢我觉得也不是，可以白棋可以考虑先把这个先抢再说，对，有可能，我很想在那边抢一个啊。看来李昌浩对古力的这个攻击力还是有所这个顾忌的，有所顾忌，真的是这样、有所顾忌，他走那个非常温和的，对，这个他都不敢走，这个呢是怕人家穿话，对，怕李昌浩，怕这个，怕他真的，他鼓励啊，这个就是长一个，他真的害怕，也挺强的，这样黑棋也没有不，对啊，就这样，这一类的话他真的是害怕，这个怕吗，这个棋难道不敢下吗，白棋，我估计是李昌浩惧怕这样的棋，你看他就软软的远远的在这瞄一下，是走在这儿，
让你啊使不出劲儿，这时候你总不能在这儿说去分段，不可能了。嗯，这个是李长浩对付古力啊，就是战略性的这个手段。是要打太极是吗？打太极，他不跟你知道你力量大，我躲你，先躲你三板斧，就这个李先忍，不给你正面冲，不给你机会让正面作战。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是不是有点稍微过一点？我觉得首先这个虎可能应该压一个，比较狠，正面作战，你被他拐一下，黑棋厚了，你反而躲不过去了，反而躲不过去。先走这个，黑鼓励硬了，多硬了一个。对，李昌浩又走一个。其实这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往那儿走了？也可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想法。哎，你走了一时候棋可能好一点，这个也可以考虑了。他飞过来嘛，你这个已经攻不着，我觉得攻不着。但是他觉得这个还大，还需要加强，还需要大。但是他没想到古力啊，这下一招棋比较硬，直接打入，直接打到这里，直接打入特别大，特别大。不是有这个扳吗？对，有个扳呢、啊，有个扳我顶上之后呢，你对。如果走这个，他关键他是要来吃你，很讨厌。你要是补活的话，走这个他白棋能活。嗯，白棋可以活。活一个就做眼也活了，就啥做眼也活了。但是呢，他担心了这个，能吃吗？这个实战。哎，如果你不实战走的时候，白棋这个还交换一下。对，他是这样，他是这样的棋，虎一个，黑棒，对，再搬。这个时候古力发力了，接着说，对，他点了，对，点一个，这个棋啊，如果你断我，我爬一个，对，扛一个，再搬，还是收气？我看啊，直接收气也可，你就直接收就行了。一二三四五，就麻烦了。气很短，发现突然发现白棋的气特别短。那也可以，搬一个。啊、嗯。就麻烦了，因为你不能挡啊，挡的话这一段你不入气，或我接也行，好像怎么把这个气拖都没这样行啊，这一点这个一段走的，他一搬这个气就不好办，气就不够了，嗯，不好办，你这个地方出不来，猴他就贴气就行了，啊，对，他就紧贴气就可以了，这气不够，对吧？这棋走什么呢？我看没法收啊，没法收了。你锦七、也不行，锦七七不行。对，他就这个。始终白棋应该这个地方的对杀应该是差一棋。差一棋啊、这个棋他就往前走就行了。哎，这样就行了，是吧？这样他就锦七就行了，这样是黑棋快一棋，黑棋快一棋。这个这样杀气是快气，所以古力感觉用强。这个地方变化特别复杂，但是总之啊，这个点是成立的。你其实很难没有想象，这个难以想到这个点。对，都没想到这个棋啊，多数会想到爬一个，爬了好不断。这样呢，白棋它就可以，比如说活补活，甚至就立一个也可以活啊。就想到这地方白棋应该是有点位的，就赶上气应该挺长，但是仔细算下来以后发现白棋的气对这一点呢没招，不好办。这个棋还有一个，当时我说这个虎一个怎么样，虎一个这个棋呢，还有人说单就走这个也麻烦，这个也麻烦，这个也是气很麻烦。如果断他爬你一下，先去爬你一下，你不能搬了被断了，你直接立一个，然后再怎么立一个，他就好，就走一个俗的吧，对，就爬就俗的吧，看到最轻的 就这个就已经不对了，还是要差一些，就不对了。这个棋还可以走这个也可以啊，走这个也可以，无论怎么说都这也麻烦了，也麻烦了，你团了被他有一个扳，这都能全都能给等住，也不行，我这个被叫吃也不行，这个麻烦，在锦旗这一叫吃没了，所以这个地方啊，白棋在扳之前，李长浩就已经藏好了啊，
他知道刚打入他就已经不太对了。我虎啊被这一挡扳的时候就已经敞口了，他不知道是虎啊粘呢、啊、还是走什么、哎、这个时候已经陷入困境当中，对，苦哭思索。他可能就没有注意，可能没有注意到黑棋这个地方可以有点这样的场所。对，他可能是被打入的时候他才算到真要来吃我了，快一气能够吃我，断的时候爬完之后能差快一气吃我。我在这个地方折腾啊，面积太小了，真不出棋啊，头出不了，太难办这个气。这个地方长不出气，很讨厌。气是长出气啊，这个地方也损失的很大。对，实际上也就是白棋把这边救活了，但是呢这个脚上很受伤，反正是受伤很受伤，受伤害。对，这个棋呢别的变化也摆了很多，但是呢都不成立，除非像实战那样子。实战啊，就如果要就这边的话，只有这个实战。对对对对对对对，还真是这样。实战搬搬一个，没有办法了啊。搬。对，这地方变化要真的是能够，在这有好多个好多个，也有说是单跳的。单跳。单跳，但是呢，也有这么说的，单跳。但这个又是一个大型的变化，单跳呢，就说你可能是断了，但是能够起。能够单跳，也可能他就也是团，我估计也是团，团一个，然后想办法断了。他呢也就直接打了，就是虎了。这虎力啊，可能觉得就这样已经不错了，这样已经不错了。他不是这么做活，这么做活还好，这儿还没吃着，还可以回去啊，就是。对啊，这个棋呢，黑棋就直接进脚了。那是关键，李昌要团在这儿。他是团完以后能断吃到这儿。对对对对对对。团这个呢，你不能可不能用枪，更可不能用枪，不能拖。你如果走这个被他冲一个，麻烦了。冲挡不住就打吃。啊，打这个，哎，对对，这有打吃可麻烦。或者我这个时候，哎，就直接做回，这边有打吃吗、啊？就有打吃。对，没有打吃不行，你得补在这儿的话，他活脚，这个没有，哎，这个是没有意义，他可能再回来一步也行，活干净啊。这样就是说是白棋还能满意，这样可以满意。但是呢，这个时候黑棋退一个好。这个是不是白棋还得再补手棋？对啊，不补不行啊，不补我就搬进来了，这粘我就能够粘住啊，我吃住了嘛，这样就气也不行，气不够了。打吃粘上断的话，你看这锦气就吃住了，不能脱先。关键的李昌浩啊，他说你单松着气退完之后，你一松气呢，我能单断呢，把这两个走，你如果继续走的话，正好是白棋快一气，就在这个局部啊，把这两颗子给吃了，正好快一气，这可能也是最佳的这个地方、啊、就白棋最佳的原因，苦苦思索挣扎到最后选了一个最佳的这个棋啊，如果是这么走，爬一个就走这个收我就粘上对，然后接上，关键是在铺，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哎，这一提，这叫吃，就走一扳。哎，对，刚好快一起。哎，对，这个就快一起。那么你说，如果不扳呢？不扳。单立的话，它不行。单立它，你看它这一扳，这关门就活了。活了，这个、对，它活了。这个棋，因为你只必须要把这个子救回来才可以，就这个子那被他顺手一扑，正好差一气。嗯，所以李昌浩这个计算当然精确得很。这个地方呢，如果黑棋继续走啊，越走越损，浪费劫材。对，不走啊是最高的。不走之后呢，你这个地方啊，你爬的时候，白棋只有这样坐眼，这个两个先手。啊、这俩先手铁壁，铜墙铁壁，这应该多厚啊？黑棋走的实在太厚，但是呢，那个地方木啊，如果什么棋都没有，木也不小，暂时不要去撞，一撞越损越多，以后里面的味道挺多的。鼓励这个判断挺轻的，其实这个我自己觉得啊，白棋在这儿走啊，还真的不如先搬完拆回来。比这门大，我觉得李老师说特别到位。如果第一手是担心就是鼓励用强的话，那么这个第二手确实应该可以先缓一缓。可以缓一缓啊，那个一手实在不可估量的巨大，这个
在这儿一手完了之后啊，那面这一打入，鼓励的力量都发挥了。然后李涛在这儿苦苦思索，用了半天苦苦挣扎，到最后最佳结果不过如此。白棋子黑棋子的铁后，关键最后出招啊，现在轮黑棋下，那个脚你看，全部暴露在你的这个都是靶子，在黑棋的怎么来搜刮你的问题了。这个棋应该是白棋博是特别大的棋，改黑轮黑棋先手这个地方啊，是应该说是这三颗子你要补在这儿还没棋可能好，应该没棋，没大棋、嗯、可能应该补在这里面没棋，在这个位置不在位置成为黑棋的靶子。这个地方啊、嗯、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都想一举把它击垮、啊、击垮、啊、有的说是在这儿，哎，这是很像一个要点，最狠的啊，挺狠的，但是没算了，搞也搞，没算，变化。还有什么办法吗？比如说这个，哎，这个，和这个，然后再来这个。哦，这个棋可以吗？不知道。对，这个，哦，这个，打劫，本来是打劫似的，他就实在不急，不打劫，在这儿走一个也。因为我如果搬接完以后走正了，就是我就是做活一部分嘛。对，再说他这个就干脆就这样吧。啊，这样也回来我看也。我就叫白棋，白棋要挂了这样。这里面没有棋，就没活了，眼型就不对了。这个首先这个也不在形上，这个不在形上，啊，这感觉是在这儿。哦、啊，只能靠这个靠一个之类的，显然这个办法了。这个也是一个复杂，如果一举、嗯、这个地方真的有可能一举把白棋给击垮，但是走这个变化就复杂化了。走这边的话必然可能会伤到这头啊。那现在黑棋怎么走啊？黑棋你如果走脚上被扳那个，这样还好，嗯，哎，他就弃了那两个字。哎，你如果立一个，对，这个就是到复杂化了。另一个复杂化了，也可能他顶这个，顶了进角了，顶进角了。嗯，哎呀，这个是一个大型变化啊。嗯。这个鼓励也没有走，这是大家当时啊在猜测鼓励是不是用这种招，用这种特别强的招，这是一个特别强的招数。嗯，没有走，他没走。如果走这个可能会演变成这一类的下法，有可能演变成这样，这个看能不能吃着白棋，如果吃不着啊还不如他实战这个。实战是什么走的啊？我实战比较的就是比稍微温和一些，稍微就是你看他没有特别大的波点三三呢，这没有风险，没有、啊、没有变数，这直接一定能走成这样了，黑棋能走成这样就接回来。鼓励的判断就这样嘛，来搜刮白棋，让白棋去苦苦做活啊，就已经够了。我觉得的确如此，因为这个已经搞得白棋非常痛苦了，要活也特别难受，很痛苦，活得特别小。这是他的后啊，都在位置上，你再去撞着人家的墙去活，就非常难过。嗯。我自己反思一下，往前说啊，就是白棋这个某个地方。这还是哎，先开始你动手应该攻黑棋，以攻为守，让黑棋走后之后来反来攻你的时候啊，你看打完这面再说这面，黑棋这个鼓励啊完全进入鼓励的状态，就是压制的压制，鼓励擅长这个，嗯，这方面这就是鼓励喜欢的这方面的这种妙手啊，以及进攻的那种强度啊，而且在什么位置进攻到是，就是哪个方哪个是进攻的，哪个能到位，哪一手棋最能到位，鼓励这方面特别强。你像这个点三三，鼓励的判断就可以了，就可以了。他觉得这个或许以前的鼓励可能会想在这个地方一举把对手给击垮击溃，但是现在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这个稍微温和一点。其实是这样，我觉得这样白棋就很难过，在这个后的地方一撞，他这也是铁后，都是先手，但是撞这个眼位很难过，这个地方就大家摆都摆了半天，现在白棋的你要活只能往这个地方走，对，这实战对。切一个，对，
一挤，必然伤及到那边。这个时候是中午封盘的时候，哎，暂停的时候。这两女人想发论，我觉得。这个时候啊，这个李在封盘之前，李昌浩已经长靠了很久了，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死活，李昌浩大人这么高的手啊，这个死活啊。他一遍算了又一遍，一遍又一遍。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中方的棋手也在这种研究哈，这个这是真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这个死活题，挺像发扬论的。发扬论，啊，就是对对对，这个地方在实践当中能下出这样的一个大型死活题，其实还真的不太容易。对，假如这个棋啊，第一杆是粘上是吧？能，第一杆粘上，怎么个吃法呢？怎么吃法？哎，这个吃法考被考住这个地方吧。哎，假如立啊，这个棋白棋靠一个靠上是一个手机，这个地方太复杂化了，靠这个，那这两个都是先手是吧，都是先手，也许呢你可能得顶这个顶，因为被白棋两顶呢它有可能活，但这一虎呢虎这样好，我在这儿啊是吧，就这个，这个棋呢首先他打你一个，我这个应该是先手吧，这个不是先手啊，不是先手，不是先手，哦，要先手的话估计还可以，哎，对对对，这个不是先手，因为他这个棋你虎在这儿，他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对，就是有这个挺讨厌，这个你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只有走这儿，走这儿呢，你看他在这个先手是吧，你可以进来，这一点就死了，嗯，对不对，这一点进来也没活，很讨厌啊，很讨厌是吧，这个你往哪走呢，这个很麻烦，你这个棋好像是挡一个的感觉啊，挡一个的感觉，哎，挡一个呢，如果你在这打一个呢，他就自己做一个也活了，做在这儿，这儿双活，就双活，双活制造苦活也活了，哎，这个都不容易，这个不容易，黑棋可能还有更狠的，黑棋这个下巴他不见得立，就是这立尖在这儿，也许是个金，尖在这儿，你搬了我就挡住，搬挡，对，因为他就防你这个靠住，靠不住呢，啊，立扩大延位，立不可能，立这个更不好啊，更不好，稍微一点，这个对对对，这个就不要死，这个差不多，这个呢被他打一个。那也不像活的样子，像打结活。对，大概是你看，大概这样，和这个，和尖这个是吧？对眼这个地方呢，是有一点，它就算这个已经是打结活了。好像是有这一点。嗯，点这个。还，人家做也还打结。对，这个也有打结，对，这个也有打结。还是打结。而这个打结，这个棋白棋重，黑棋轻，这个就已经失败了。嗯，要被人家包围在那里面，黑棋全部连成一片，只是一个打劫，这当然是只要是打劫，白棋就失败的失败无疑，不打劫就是苦苦活了都不见得好，都不见得好，白棋不好。但是这个棋呢，这个变化呢，在中方研究室的说，好像这个鼓励尖在这儿可能对白棋啊更有威胁，尖在这儿得出的结论觉得尖在这儿多半是个打劫，白棋很危险，因为你搬粘不好，这个白棋危险，所以呢中午大家都觉得是鼓励不错，可能是这个地方不见活，下午一来呢，李昌浩在这一立呢，一看呢这个棋白棋有了这个搬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哎，这样搬了走了，是虎一个是吧？对，要是有多了就没这个家了吗？对对对对对，没有这个家了，它有一个什么？对对对对，这样的棋是吧？这样的棋，它有一个这个棋，下面就保了。哎，对对对，这个搬粘先手之后，它就一坐眼呢，还真活了。你看这样这样这样，它就活了，这样就活了。嗯。哎，这样的话，它可能就要这个。假如在这儿呢？他打在这儿是后手，粘在这儿，那个刚才我聊完这个扳是不先手，如果破那个这个棋不先，这个不先手，这个棋走什么呢，你看在这儿它有个这个打是吧，这个并非先手，这不先手，
这我怎么活？没用啊，这几我只能靠这个打劫，当然也是一种这样这种打劫，但这个劫有点劫财不乱不行，第二个这个劫也太惧怕了，这个不行，这应该有点稍微过分一点。而且还有一个算法是，刚才那个打劫当然有，但是劫财不行啊。你要只是吃这个也不好，不好，那这段断也不行，还正好不行。打吃了就长了，提了得叫吃一下，不行，对吧？这个还真的不行，麻烦。啊，这个棋粘在这儿，它就跳一个，还是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啊，就是说这个班不是绝对先手，他为了抢一个绝对先手而走了一个力。这个棋呢，这也是苦心之招。这个一个小时的午饭期间，李昌浩总共想了一个苦手，在这个力，为了要这个一路班，来求活这一块，挺苦心的，真的非常苦心。走了这个实战，我们看实战啊。那么立了这个之后呢，哎，这个鼓励是刺了一个吧？对，刺了一个，因为毕竟你刚才是接的比较牢的，现在毕竟是暴露出一个断点出来。这个棋如果扳走这个，为了扳死，走对，扳了一顶，顶得顶死，对，你打吃，他走这个。跑不出去。哎，你走这个，他就走这个。这个班仍然是先手，这班仍然先手，不影响。所以呢，这个他就把你这个抓死。那么再说这个头出不来，那从这儿呢，这儿的关键他有一个这个，他就硬扳，打了他于情不怕，给装死。嗯。你如果只粘，如果虎被他这一扑，那就装死了，打了一拐，哎，对，这装死了。嗯，而你只是粘的话，被他这一拐头啊，也抓，正好给抓住，这都是好位置。这李昌浩给你设计的这个套路啊，都给你装好了。那如果像实战这个地方多点了一下的话，哎，这样的话就可以贴出来。对对对对，他多点一个，咱就往这儿贴了，你就不行了。刚才那一下就不对了，差在哪儿呢？差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他直接切出去了。对对对对对，这当这个虎的时候，它不是粘，而是扑。嗯，先棋刺好，它一下就出来了，就差这一下。所以先刺啊，是鼓励做一个准备工作。做准备工作，在这个地方，它的刺呢，就是要求断，先棋刺一个，因为你这个如果粘上被我这冲过来，你也不得了。这你也受不了，这个损失也不行，所以啊，李昌浩顽强的粘上，这就又形成了一个这个变化。你看他断了，对，啊，这样这个时候不能像刚才那样扳了。对，假如扳这一贴，不是就出来了吗？扬长而去的话，那整个形状都对你只是长被它飞出来，这个棋那就坏了，白棋坏了，因为这个撞到墙上，这都铁，嗯，往铁上撞，那不是不行了吗？那么这个时候，必然李昌浩只能管选择这个办法。这个办法我认为也不错，因为他心中想法说，你这个刺也总是亏的嘛，你也亏了一下，我这种选择也是可以的。走这个啊，走这个，这个棋呢，它是走的这个，对不对？冲，要走冲这个，对，是。这个然后跳，黑棋白棋走后中央，这个地方啊，其实也是想弃子，我看也是弃子，哎，这个正好这个跳呢也能凑效，是什么？你来撞的话，正好是啊，他都能给你给扛住，因为走这个他能贴住你吃住，这个地方没事儿，你别的地方都不能往外撞，撞这个他能扳住，是吧？嗯，这样不能这么撞。只能是靠下来，怎么靠下来？靠下来呢？这个变化呢，就成为打劫了。刚才不是说这边白棋要通过这个扳，就说白棋在这一带的一个选择，还得顾及到这边的一个。其实是那边有个打劫，那边有个尖的打劫，这儿有一个这个先手之后，那是有一个打劫，直接走这个挺强的，里面好像是没有活。没有彻底活，是个打劫。这个鼓励呢，他觉得这样，他觉得那个打劫啊，嗯，
损了这面而去在那个打劫，他不满意、他走的是这个，这是他的理解啊，走这个是这样啊，是先靠一下，对，然后呢他就立，他不愿意给你打劫了，哦，我这么收收啊就够了，可以，这鼓励的想法啊，来去冲冲一个度过，对，接一个活了吗？走了，这接呢，在这个做活的这里面呢，好手虽然是命物，但是这个是好手，刚好可以积两，刚好是能够活，特别苦，但是活，它依靠着什么？这是先手啊，你这是先手，你不能进到这儿，进到这儿都被冲断，嗯，只能是在这个地方，对吧？这个地方是你的先手，是吧？这个先手剩下正好是能够活，正好能活，刚刚好活。假如你跳，他冲一个，挡住他就坐眼，这边可以，哎，可以几个眼，这边还可以几个眼。对，你如果点这一吃，这僵尸就出一个眼了，上面贴。如果你这个，是吧？这是先手是吧？嗯，这个是先手。哎，这个先手。刚好这个地方能对，看一下，这要出眼了，这两颗眼瞪起来，嗯，就在这儿，也是很辛苦的，很辛苦。但是不管怎么说，逃过一劫，苦苦挣扎是活了两颗眼，嗯，但是也挺辛苦的，相当辛苦。这个地方啊。他的苦心积虑的在这个地方算的特，我这个变化他算的特别的多，嗯，他的是正解，最后得出的结论，李昌浩走的是正解，做活是高手，就是正解。好，我们看看这个啊，是啊，别的方面，别的应该说黑棋啊，他走在这儿之后啊，杀不掉了，注定杀不掉了。我们说还有什么招啊？再说一遍，这个走的最强的可能也就这个，就最强了，必须先走这个。一样的呀。对，如果再走这个啊，还有一个什么，往上冲，要么。哦。往上冲呢是这个，双活。嗯。就是这个先手是吧？关了，挡住这个。嗯。正好又是双活，关它就挡住这个弯四，这个也活了。这几个变化反正都算过来了，李昌浩都给他算过来了，就是说刚刚好活，他就以活。但是呢，你看你这个都是走的眉目，黑棋走的还是有目。嗯，这个地方算告一段落。好，鼓励呀，他是否忽略了这招棋也未可知，对，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的算法是不是忽略了这个，而走尖这个呢是打劫，大家，这个算路啊，算的觉得这个打劫好像是，以我们中国棋手的很多人呢得出结论，这好像是个打劫嘛，这不已经很，这还是很难的，这个结论是个打劫，嗯，但是他鼓励呢就这么走，觉得是不是鼓励错过一个打劫的机会呢？有人这个质疑，但是呢，是不是鼓励忽略了这个尖？但即使走成这样，白棋也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形势仍然是啊，这个黑棋还是可以，毕竟这有个冲啊，这个冲呢关键这个是打劫，这个劫财呢永远是黑棋有利，这一方劫这儿还有劫，这边还有他的劫，可这个如果是打劫的话，白棋肯定是打不过黑棋，毫无疑问。现在呢对这个走掉是吧，这个还没有走是吧，这个还没有走，实战就是成这样，把白棋把这个走掉怕以后来不及。那么现在白棋往这个地方靠一个是吧，靠一个像是在做劫，因为你直接打劫肯定不行，没有劫财，那黑棋那面一堆招招都是劫，这边也是劫财太多，这面也一堆，这差劫财是差的太多了，所以前面说明白棋走的太薄，在这儿像是做劫。这个棋啊，应该说如果鼓励顽强的话，这棋可以挡住，还可以挡住，就跟着走，也可以，跟着走的话，因为劫财你永远是有利啊，
哎，它断，也许是断，从这儿打结，你或者在这儿定型，哎，十三天打一个，是弃子还是走什么？该让的话你就在打过，这个地方就黑棋跟着走，也可以，可能最强的是跟着走，而这个时候呢，鼓励啊选择的是什么？他提一个，放弃，搬一个，嗯，粘一个，消结了这边，消结了。这个棋实际上花了两手棋啊，花了好多啊，不是很便宜这个棋，让他那个活啊，这本来觉得黑棋啊攻的白棋苦上加苦，应该说觉得就感觉差不多就一举能够给他击溃了，就有这种感觉。嗯，而等到现在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棋啊难说了，是吗？不见好了，是这个收身收的有点早啊。对，而且你这时候也可以完全啊，在搬路跟他走啊，这个劫总是你有利啊。还是黑棋有优势一试，鼓励可能有优势一试，这个蛮有自信的，这个挺有自信的。嗯，这个反正我自己要下这个黑棋，我都没自信这个棋。但是这个棋呢，黑棋的确是有它潜在的，优势可言的，潜在的一些手段。现在目前有潜在的手段。你比如说，那上面还有棋，有棋，有很多可利用的。啊，假如说我在这儿走一个，那里面手段啊，就这样，靠一个，想想，你光打一个，吃一个，接上，对，断一个。这就有一种，这个就很讨厌啊，能活一块，那这个你目就差很多，嗯，是吧？这是一种，这个很讨厌呢。还有，他就往上，要想要上面的话，那往上靠一个，你就不敢动，借用太多了，懂了吗？这棋很讨厌，不好走一下。哎，你如果搬这个，它就叫吃了，叫吃一段。对，这个一段就麻烦了，你断这个怎么办呢？这立下来是吧？嗯，很讨厌，这打吃这个都很讨厌了，这个断打是吧？这个棋太多的麻烦，哎，你可能只能是这一类的退一退，是吧？很讨厌，这个地方可利用的东西太多了。觉得味道很差，所以说白棋这个吃这个黑棋啊，这个看着目大，但是呢，这里面很多很多的味道，就而且鼓励对于这种存有味道的棋，它能利用到最佳，它这个棋这方面是它特长，哎，抓住对方的弱点，狠狠的利用，来打对方的弱点，它这个挺强的。现在鼓励可能基于这种各种手段呢，他觉得还是不错，觉得自己形势还处在一个优势的可能有，但是呢，观战者觉得这个时候啊，悬，都捏一把汗。有人说这个鼓励攻击失败了，这个有可能被李昌镐翻过来了。对，因为我今天在家里看棋谱的时候，因为网络出了点问题，看不见棋谱，只能看到新闻。就看到新闻，就是只能这个棋谱一点都就是看不着。然后就看到上面的不停的有一些什么中方消息、韩方试点，什么都说鼓励攻击失败，然后形势比较紧张。就会看，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时候，对，就最紧张的时候啊。你被他这儿抠过来，只是走这个，这个被白棋打散了。是吧？总觉得好像李昌镐在目前来说，应该是熬过了刚才那种特别严峻的一个时候。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而且是白棋先手，对，先手落入白的手中。对啊，关键是大家觉得这个时候黑棋可能会失去了一个攻击的目标了。可能这个时候进入后半盘又是李昌镐的强项，所以说大家才会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个期望值啊，大家都知道李昌镐强啊。嗯，后半盘这躲过了鼓励的三板斧之后。你的劲儿都使光了，应该说该李昌镐施展功夫的时候了。肯定这样的意思。我自己觉得，像这个棋啊，要过在过去李昌镐，我还真的要压分，我可能压白棋了。嗯，有可能压白棋。这个唐玉我不知道，如果现在啊，但是后面的李昌镐，后面的下法，他不是当年的李昌镐，我自己觉得。并非当年强盛时期的李昌镐，
像现在你看李昌吓成这样，空啊，就是说接近了，就是说就是天幕之外的，就是说差不多一般的戏棋都是李昌浩的天下了。嗯，他躲，只要躲过你三板斧，他就不给你那个闹。嗯，只要往后半盘，好像就好像觉得没有自信，就可以给李昌浩下。嗯，但是这里鼓励啊，这个强啊，这盘棋能看出来，他后半盘下的非常好。现在白棋。老牌老先手，但是一般的这样黑棋还得又来一手，轮白棋下，这个时候呢空啊应该说是黑棋还好一些，还好，其实也是黑棋还厚一些，还厚一些、啊、但是呢白棋可下的空间就难说了。对，其实与其说是现在的李昌浩后半盘不如他全盛时期，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古力的后半盘可能也比他以前肯定也是进步很多，也是就是比他以前那个比较莽撞或者不够细腻方面，他的后半盘也是进步非常大，进步很多啊。现在啊我觉得白棋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白棋要下哈、啊、嗯，如果下得好哈、啊、应该往哪里，我觉得应该先粘一个，先粘，不是粘很重吗？再粘一个交换掉，交换掉，哎，对对对对，交换掉，要跑吗？先慢慢慢慢来，哎，可能这种碰一碰都是先手啊。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挺难下的，就是没有头绪选择，没有头绪。要不这边补一个？补一个。您刚才您的手段很厉害。实战，这个地方手段挺多的。嗯。补在这儿是不是好一点呢？拆个一，不是还是有靠吗？点啊什么？补在这儿啊，对，这个很讨厌的是什么？嗯。很讨厌的是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不是还是这样？刚才说的，你看一下，这个棋，这个教师教师一段仍然还在。嗯，所以呢，他补的是这个啊。啊，李昌浩补为了什么？补什么呢？就是补你。补我走这个，啊、我走这个。一紧。不，靠这个，他就挡这个，在教师。教师接上。对。你断这个没有用，没用了啊！刚好这地方补了，补着了，他就拐进去就死了。他为了补这个，嗯，只注意防这个。但这个棋啊，这个李昌浩当然这招棋也很强了啊，很冷静，很冷静，这手很冷静。这手棋没有交换，对，没有交换，是。我觉得应该交换倒这个地方定型啊。过去我记得是在这个地方定型，应该交换倒，交换着，那么他走一个。再走这个，再煎一个也好得多。嗯，黑棋你要是走在这儿的话，这个棋被它煎一个可以先手。嗯，这个这样黑的白棋比那个好。嗯，比它的实战要强，我觉得这样会收控的话有点难说。嗯，那么现在白棋自补一手，这个球又踢回到黑棋手里。那么黑棋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一个收束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去进行后半盘，这也得好好动脑筋想一想，好好的经营一下才可以。对，那么我们现在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给大家继续这盘棋的进程。好，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在这一带进行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激战以后，古力选择了比较平稳的下法。对，现在白棋补了一手，补了这个，可能进入后半盘了。现在对，进入后半盘，其实就是进入一个该收官了。收官了。这一步一补呢，当时很多人觉得，哟，这白棋把那个都补了，本来瞄了半天的东西没有了，这个数目的话，是不是不够呢？黑棋是不是不够呢？再一数啊，这一判断，但是还觉得空还行。还可以，这边30多目棋，30目墙，嗯，啊，中间呢，这黑棋连这面呢，都10好几目吧，15目左右吧，这面呢算10多目，白棋那如果算飞补啊，算30目，这儿10目，这儿中间，那算起来黑棋空还不少，嗯，黑棋贴目之后还可以，但这个后面就定型的问题了。后面定型问题，这个是之前说，我说这个棋应该交换一下，可能走一个可能会好点，可能会好一点，或者说那个地方就顽强，不走了，不补了，粘一件拆一个，不走了，那个地方让你来掏，看你怎么来出我的棋。嗯，
厂里你要出我这旗的话，那个地方要下得好才行。对啊，刚才李老师不是说脱了然后顶这个？但是也有一个说法，假如我走这个啊，走这个，假如我补一个，补在这个地方，把这个补了啊，这个旗呢，下一步我切出来也很大，切出来。因为这现在白棋这边厚了，直接切出来也是有可能的。你搬了，这跳一跳啊，它补一有，你要补断的话，它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尖刺先手，是不是？哎，往这个地方再拆一拆，这是，但是这个有点狠，这个不见得补在这儿。这样呢，顺势补过来，那个地方呢？不是有这个吗？哎，假如这个，你的次局啊不好走。次序不好走，对，走这个。叫吃的时候，他可以转身不要。哦，从下边溜过。对，溜过。如果你这边撞得太厉害了。撞得太厉害，他干脆就算了。这个地方呢，他可以闪过，也是一种下巴，是不是啊？这个，你那个次序还得小心。哎，你不干脆不补，也是一种下法。嗯。这个，但是这个棋呢，李昌浩的选择是走在这儿，因为我们过去都对李昌浩有点迷信，觉得他选择一定是还是官司一定对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李昌浩真的选择不表示怀疑了。所以现在这个棋不是那么就是推敲起来不是那么精的，就是绝对的那种感觉绝对正确的，不是那样的。哎，这个棋我觉得。这一代的下巴他在这儿都不动手直接补不妥，应该在这个地方动手可能好一些，这个地方反而好，这边不动手让黑棋动手啊不同，他现在补了，把这个地方补了，那么黑棋呢看鼓励了，是站顶这个，顶这个走这个，这下走这个补一个，然后这个好，你现在这两个没交换，我现在应该交换掉，应该只会交换掉啊，只会好不会换。因为交换掉以后尖这个哎对是先手，交换着之后你尖在这儿就不同了，是有可能是先手。哎，交换尖在这儿不同，你的拐在这儿哈，现在可能它就下法不一样，所以说我说先动出可能好。现在是这样，没有交换。白棋呢，按常规走法，要补手棋，要不然在这儿顶了，他防这个。对，二路有个透点。这点呢，防着这个，这招特别大，威胁了你的死活。这儿是有一个铁头在这儿，你没有活，你只能往外跑，撞到了墙上不好。所以呢，为了防他点，只能痛苦的顶一个，被他藏在这儿。然后呢，黑棋这个先手之后，你这个永远粘不着了，随时粘都被人封死了。那干脆他就抢这个了。这个棋是把黑棋，我觉得这个也便宜了，这就便宜了。它交换成这样，黑棋下的黑棋冲断，非常强硬，相当强硬的。他就是想借用攻这个，把这边补上，把这个补上。本来这个粘，你要不走的话，这人一粘，真的是有东西啊，很讨厌了。这粘就是下一步的白棋的手，他这个棋鼓励这方面以攻为守，很重要。对，尝一个，这个棋等于现在攻这个白棋了。现在感觉黑棋挺主动的。感觉主动啊？比较主动啊。他这个黑棋厚吗？厚，对，他走的这个，这个挺好的。这个很好，这个单碰一个好，我觉得单碰。你这个棋，你如果搬，它就虎一个，也可以。搬在这儿，它就粘，没啥，还有可能是走这个。它这个走这个之后呢，接上。这有个跳。啊。这有个吃，啊。单碰一个比较好。黑棋最好遇到这样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最好是像这种力，不要让白棋有借用。对，他是单走的这个比较好，
单立啊，单立，单立。但是呢，我觉得白棋这个形状啊，就黑棋要吃白棋也不容易，不好吃。这个棋呢，下面白棋啊，看怎么走，它是就走这个，对，就自己补了一手，是不是太软弱了？软弱了，很想走到这儿。对，是感觉白棋，我第一感我有点的白棋有点保守下的。这个走什么呢？白棋是不是可以把它搬住啊？搬住，然后挤这个，挤这个，这不就打吃吗？对，它立一个，这不是有冲？冲了可以弃掉。这枪。啊不不不不不，它就挡住。挡住比较好，对，挡住比较好。这个挡住应该是最佳的。挡住看走什么啊？挡住，白棋怎么补活？再走这个。再走这个。这样走活。没有走这个，他没有走这个。我觉得这样是不是这以后活的可能更大一点？断的味道啊，这个地方，我这个接，他是走的直接吃住，直接吃住。李昌奥觉得那个眼位就不愿意往前撞。但是这样被黑棋一跳的话，明显这块棋要被人家被攻一些啊。对，这个我觉得也是要点。要点，好像还是应该先冲一个，先冲一个，先冲一个比较好。自己觉得啊，但李昌浩走的应该相信他。这个李昌浩是高手，高手，但是被古力这一跳，眼位被多的白棋目数上也少很多，就白棋有点难过，这个眼位有点难过，冲一个，打一个。是吧？对，是。这个是否有点损呢？这个。这样还真的让黑棋达到他的目的了，他没有花。是否有点损呢？没有花那个棋，就把这个地方的。啊、他走这个担心是被叫吃一下，如果粘这个的话，他怕这个被搂成这样，那两个他就弃了、啊。可以弃掉。对，他讨厌这个，为了不给他吃这个呢，要这个先手，他忍痛。在这送一颗，但是这样送的话，外边也死厚了，黑棋厚了。你的叫吃，你的棋再来一下，粘上。为了回守这个呢，一个是增加眼位，再一个也是官子。但是呢，这个送一颗损失巨大，因为黑棋它可以抓你啊，这个特别大。是吧？这个把你这个都抓，中间提花，这都走厚了。他本来有一个粘的弱点，现在等于是黑棋，他把你先手抓，黑棋走后了。这个棋，我觉得白棋定型可能有问题，不好。跟之前的大家的判断啊，本来判断这一块棋大概十目棋，现在肯定不止十目，不止十目了，越走目越多了。这哪是李昌浩啊？李昌浩当年哪会是越走目，别人的目越多，所以这个还是。李昌浩啊，还是跟当年前任还是有点区别了。这个棋再说也可能是古力强胜了，也有可能古力这个走的比较抓的比较狠。这样的棋定型啊，黑棋好，他抓着这个子你不可能跑了，你只能弃子，是吧？你看把他抓花，这个地你看那木一下很大。再说呢，这儿还有一下呢，以后你看这个地方还有呢。这个地方还不拉倒呢，这一般你怎么办？你不能长啊，长了这一粘有个反叫吃啊，是吧？这一叫吃不行啊，是吧？白棋不可以的，你只能是叫这个，然后呢我这个打劫，这个劫因为黑棋提完你白棋就黑棋先手，你黑棋提这个先手是有威胁你的，你没活啊，这个没有活的，这个地方还欠手棋呢。然后白棋走的是长，黑棋都没有去来这个，这时候黑棋优势了，黑棋优势了，已经优势了，
学习班。班这个，这个地方死活，这个地方啊要特别的小心谨慎，稍不留神走错一个次序就不对。哎，对，这个是唯一的，可能是最正确，你断都不可能不好，断的话被这一冲就可能出问题。对，再一跳就要出问题了，你冲它就度过，它就死掉了。我粘这个，这个一点就死掉了。是吧？教室的粘上，教室粘上，你来不及进。你走这个，它一搬就死掉了。你做那个眼，它一搬，因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交换，这两个不能交换，不能交换。对，只能单走这个，单走这个，单走这个，你跳没事儿，单走啊没有关系，叫它冲，哎，这个时候可以冲，能冲着这个。嗯，因为你往上冲，一般是一个双活，哎，对，刚才说过啊，你这个只能度过。只能度过。那么他做眼，上边一颗下面一颗，两个眼正好，没问题，只有这样。对，只唯一的一手是走这个。对，这个时候啊，你怎么杀我，你不管怎么说，他这是一个明显的眼位，你得破这个眼，就破这个眼，是吧？对，他破这个眼抓，让他。而这个时候呢，你要走这个也不可以了，不得有个夹。有夹。你看这个夹，这就死掉了。就把眼位扩大。没有用。就现在。啊，对，就扩大，对，是扩大，扩大是一个活棋，这是活棋。盘林，这个查不着我啊。这个没法吃。没法吃。嗯。对，这个没法吃。但是会把白棋就是这个棋等等，这个棋等等。这些退好像也是活，不会啊，这家关呢？哦对，退我看，不是退，这儿也是活的，也是活的，它叫吃能够也是活的，活是活的，嗯。走这个一般，啊对，这个刚好活，但跳一个好像也死不了，跳一个走什么呢？好像也可以活。我如果走这个呢，哪里？走这个就走这儿。走这儿啊。嗯。好，这个棋呢，它最狠的只有如此，只有这个。哎，对了，这个很厉害。哎，你这个棋如果走这个，对，这就双活了。嗯。双活，你往里走这个，它可以爬那个，这是个弯四。嗯，双活这个眼你只能掐这个，他走这个没有用，是吧？双活这个就双活的话，你损失很大了。黑棋绝不可以走这个，这活棋跳这个是个活棋，跳这个是活棋。说下到这儿的时候，白棋好像活法还挺多的。但是就是说你哪一个活法最好最佳啊？得选择一个目数最好的，可能这个跳是最佳。跳是最佳的。说李三浩这又错了。对，错了。李三浩又失误了。跳如果这个的话差不少呢。这个跳一个里面几目啊？里面你黑以后定型，你这个棋怎么定型？首先看看，你都没有用。你要黑棋再走就是损目。嗯。你要走这个跳失，损目了。你因为对它没有用，点进去的走这个。那么走这个呢也不行，被鸡叫吃，你粘上的话也损木了，这也不好，不可取，这是损木的。走都不走，不走的话也就定型了，就成为这样，叫吃你粘上，对吧？嗯。哎，粘上以后是白棋搬粘先手的。哦，有一二三四五，差不多六目棋。你看等于这样，这是五目棋。你这儿还少一目，六目棋。嗯，哇，差六目棋啊，又要差六目棋了，这可了不得。那这个差六目棋，六目棋还了得？七块千目。不，这个是六目，但是呢，不，实战是一目，差五目棋。五目棋为什么呢？我们看实战啊，实战。打吃，对，打吃，叫吃。哎，这个是成为必然。有这个，他往回走一个。他粘上，然后做一个两个眼，这个地方黑棋先手，这个地方不刚才白棋搬粘，
插一木旗，对不对？上面再立一个多黑旗多一木，你两木，对不对？黑旗这样你要记得多铺了一个，一大圈拐黑旗多提一个，黑旗有一木，插几木？唐丽，有点晕，差五木，差五木旗，五木旗，差五木啊。这个地方损失五木棋哦，那损失挺大的。哇，这个不得了，这五木棋，一木棋象征气的就不得了。哦，五木棋，这个李昌浩怎么会这个地方损失五木棋呢？这个差老了，对吧？这个我们再看，这个是没有问题吧？啊，应该单笑这个，差五木棋这个地方，那又是细棋局面，你差五木，差不起。就差一木就不得了，差五木棋，而且这个棋啊是李昌浩下出来的，有点不敢相信哦，是不是我们算错了？会不会有这样怀疑啊？但是这个验证之后，是不是还真的是没有错啊？唐丽，你有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算出这个那个跳啊，杀不了，那就是李昌浩真的算错了。这算错了，查出五木棋。这五木棋呢，李昌浩在这个世界大赛当中下出木，这不是当年的李昌浩了。这个五木棋，这个棋就不对了。这原来细的话，有可能细的话，五木棋就差两木棋的话，这个棋马上就可以收兵了。是因为年纪大了吗？年纪大，这个棋这个地方查出五木棋。大家可以算啊，就可以说已经这个棋就不对了。鼓励尤其可以放心了，他可以走什么啊？他走什么了？这个是不是啊？对，拆三。好棋，这个好棋，太大了，这个太大，你就白棋拆一个，和这个差的太多了。关键他以后还有后续手段。这个地方啊，你先是把那个补了，但是啊，这个里面破木还有一个手段，简直是我觉得你走了就白棋马上觉得就成为先手的感觉，这太大了。把这个打劫补了，那这个劫也是具有威胁性，它已经几乎成为快先手了。嗯，因为打劫毕竟打不过，那劫它太多了。嗯。然后挡住黑棋、啊、这个不走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加有个加，那好像也应该不走，我感觉要是我还是不走，加一个我也要走，这个我冲一个大吃，粘一个，或者我先手渡，不行，不行，渡的话有个这个棋是吧？那好，来不及走，就算这样吧，这也是黑棋是先手，但是那面大，对，这边这个尖大。我怎么觉得官子，真的是觉得是被鼓励，白棋被鼓，不见得好啊。这个他走的这个大，黑棋搬家，黑棋搬，搬。如果不走，这个棋还是有家。哎，不走我可以搬这里，搬这个。不走我就走这儿了，现在走不成了、你走这个的话，我这脚吃了。那就不一样了，这就出问题了，对，是吧？这就出问题了，对不对？你咱这个这墙就麻烦了，对，你不能断了，我这一回脚吃，你气不行，哎，你的气岔口气回不上，回不上气，那必须得不用挡了，就必须得你这个你走什么？你挡了就必须得走，这就麻烦了，这就麻烦了。你这里不能入，不让这个棋不能长，在这有一个接不归。而你单长的话，你想我挡你就接不归啊。但哎，对，从外边收，对，他有个就外面收你也不行，是吧？这个有问题了，那他就这样你就麻烦了吧？这就麻烦了，你走这个叫吃这个了，出来就提这个。这个地方就是说有棋了，有棋了。哎呀，这个棋现在棋的一个先后都挺大的，这个棋挺大的，特别大，很大的一个棋。
那么爱妻伴爱妻伴主，不交换，我认为不交换倒可以，不交换可以。这个妻啊，不交换应该。就是挡了以后就必须得。对，这个时候可以顽强一下，还可以顽强走一下。那个谁，李昌镐没有这样走，他就这么普普通通的走走，收收官子。但这个棋只是这样撂了个后手，为啥走一个后手？下面收官呢，这个鼓励啊，这个展示他比较强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吊一下啊。然后新手拖。假如狠的话，走这个可能人家就往这儿走走啊，不得是吧？走的，他是走的这个，他是主要是自强的先手。哎，这个就是先限制一下你这边，比如说白棋如果放这儿的话，肯定这边白棋放一招太大了，哦、我觉得放在这儿太大了，简直我就觉得比这个打是这个大，别挡，直接放在这儿都比那个大，我觉得比这个下面大，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差不少目的，这招棋感觉比这个大。这个今天这个讲棋，我觉得对李昌镐的官子表示质疑，稍微有点可能不同，这个有点可能失礼。这个不应该李昌镐官子啊，他最擅长的官子，我怎么对他这个官子觉得有点疑义？哎呦，这个拖一个，特别好，有棋了，是吧？如果你敢搬。这个棋呢又可以长了，哎，对，这个棋有棋，他就哎就这么这儿来一下，看清楚了，这儿再来一下，你别走了，这儿就有棋了啊，最简单的就出棋，他就先长掉更好，先长掉更好，哎，你的粘这个对不对，他就往上爬，哎，直接爬就行了，直接爬，再来一下，这就讨厌了，你挡不住，挡不住，对，挡不住他收起就不行，对，你挡不住，这是一教师这个断，这断了，那么你要是别的松气的话也不行了，这个你走这个也不行，这力先手，这先手活你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这你也受不了，这不行，大脚给活的，那更不行了，距离更远，所以说拖的时候白棋是不能往把黑棋给搬进来，拖一个好手，拖一个好手。这个本来觉得黑棋啊，煎一煎是就已经足以啊，这煎完，这个靠这还有先手，这个地方还有两下就足以了。结果更狠来一下，这个一下打垮这个白棋的目，抠的这个白棋啊很难过，只能退让。而且啊，更有甚者，不走还不行，我还不拉倒。你不走啊。还有一个先手讨厌呢，没得办法吧，没有办法，爬那种没办法吧，不行，你不能立啊，立了不是还一样了吗，还可以爬，那还哎对还有爬，是不是直接打了都可以了，打了一段哈，对，唐宇说了就咱们都简单的了，就直接就这个就行了，你挡都一教吃一教吃，这不对了，就是也不行了，这多一颗子也不行了，原来补起来也痛苦啊，不知道补哪儿啊，讨厌呢，最后是补在这里啊，这个很难过，因为他补在这儿的话，这儿有官粘，这儿有教吃，这儿还这两下还都什么都不缺，你补在哪儿呢，补这个也难过啊，这儿还有两下，补这个呢，他就是说你这边两下只能一下，只能一下、你就是说你再走一个都是后手了，为什么呢，你爬一个的时候我可以粘，对吧，你叫紧的时候我可以叫吃，叫做你就气，我就是白棋快气了，就是就这个地方我总是落一个好处嘛，这个地方落了一个好处，总算这个地方落一个好处，但是上边呢，上边就是还要遭到黑棋的一个便宜，一路搬搬讨厌啊，关搬完还好，搬完你退嘛，其实倒还好，但是搬完以后不是还有一个这个点吗，对点一个，又试一下白棋的硬手，你这个难过，这被他一粘，他这两下又来了，又成立了，你看你这个他在这个回来了，
很讨厌，是吧？嗯，这个你就心里不痛快了。心里不痛快啊，所以说这为了忍受不想忍受这个、哎、所以说这边先忍一下，这个又这两墓又给他了，以后爬了两墓又给他了、嗯、但是他这个地方多一个，以后多一个能够稍微多一颗子，中间不同，不是太厚了，不是那不是铁了，嗯，然后黑棋子，这个时候应该黑的离胜利不远了，这个时候啊搬砖，嗯，搬砖特别大，看着是八亩，但实际上中间的味道不同，这一加这以后中间的往里面钻一钻有味道，嗯，这地方要以后啊能够出点棋，这个白棋的希望是击到阵，这个如果不出棋的话，墓上当时数着觉得是盘面十墓或者是怎么样啊，嗯，左右或者怎么样，因为黑棋其实比较厚，它就是后半盘长木的地方还比较多、啊、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地方插五木棋，这个鼓励的后面的选择就好好办了，就已经很了，但是我觉得其实鼓励这几招下得很出色，抠的白棋已经很难过了，嗯，这都是过去李昌镐用来抠别人的招，他欠的债太多了，所以要被别人现在是该还债的时候对啊，这个有点真的是李昌镐真的是有点好像不太一样，真的是不太一样，嗯，这个棋被这么抠的真的是很疼，感觉是挺过去啊，补了一手，当时预计是里面是三十步，没棋了，基本上没棋的话，有人给他判断成三十。现在呢？可是我这一数才二十步，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四十八，差不多二十步。就二十步，差十步，你这个棋怎么能差那么多呢？差出十步棋和判断的，所以这个黑棋抠这个抠得很成功，而且你看。他通过还是先手扣，而且还自身还长木了，嗯，这个官子是实在是是鼓励这个很精彩的地方，这很精彩，黑棋这个棋弄的李昌镐没有办法，飞这个鼓励飞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里可能长点木吧，然后这里可能还瞄着一点东西，瞄着东西应该是在这个地方飞啊，这个地方飞呢，我的理解啊是害怕这个补这个呢又不忍，觉得太委屈了，不补呢又不行，怕这个，你这个呢对我这一场会尝尝，嗯，这白棋可能胜负手，如果这个手段在这儿呢输的话，你如果尝呢我就给你闷进去，他说是这样，嗯，是吧，他可能是这个意思，说你走这个呢补这个呢就相对是你这个出不来，出这个呢反正我就能够给你下面扣住的这个就能拿住，嗯，而这个呢也就是间接的把这个家呢有杜绝，哎，你一家我必然是要立下来的，可能是这个用意，可能是这个用意，我现在啊这黑棋控上已经不输了，控场不输了，关键它厚，白棋要想出这个毛病的地方太少，你说是吧，那在哪出呢，不出毛病打收官啊，经常收官就不够了，收不过，哎，收不过了、这就是你前面呢就是这官子这个地方五目棋亏出去，那么中间这个地方我也有意义，就是说可能脱签，感觉脱签走中央或者走那面也大，就尖一个也比这个大，好像这中间也大，就最关键这个五目棋受不了，哪能损失五目棋呢，是吧，对，这个白棋跳一个，哦，尖一个，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是鼓励觉得形势不错，尖定型，所以靠这里还能再、如果你这个他大概这个，然后你走这个，那么他往这儿走走是吧，嗯，可能是成为这样定型成这样的话，黑棋就主要是形势不错，或者是可以稳当的
获胜。嗯，可能是这样，对吧？有可能是这样。那么这个棋实战，我们看实战。接。啊，我早就说是您先接。这个时候接考验一下啊。然后断。对。其实考验一下，这本不是很如果你走这个呢，它这个底下很稍微便宜，稍微便宜点关子，等于考验对方嘛。武力不肯，那通过一个靠一个先，多了一个顶，那应该也便宜了。嗯，这个棋便宜了，因为一般的话这儿有冲，走这个打吃它能长，连着叫吃，不能走别的，走这个它有个叫吃。粘的话，这儿叫是拐一又先手，是吧？你只能走这个，这儿多一个，那么这个地方可能会味道会坏，味道不好。嗯，他就这个地方想多出点味道，最后一搏是吗？这拐一个很厚啊，嗯，很厚，这个很厚，确实也是。跟我这个好像这就多了一个点，这个是不够了啊。所以这个棋，马上这个地方有断，补一个。这个我觉得也挺厉害的，这个挺厉害的。这个因为没有用，有可能损进去。刚才说了。嗯，刚好多了这个梗嘛，长的话这边可以给它闷进去。对，大家说那要断呢、啊？断不行。断不是刚滚进去吗？对，它是有一个包死了。你看这个，有一个这个。不说征子啊，征子可能不是这个，它包死了。对，不用征子。不是，它这个厉害，这个直接切过来就。这个就正好给吃死。嗯，它这都厚的，都有用。这个地方不行，那你别的长完之后正好出不来，是吧？这个地方仍然是出不来，这两颗子怎么逃也逃不出来，没有用，对不对？完了，刚才说一间走这个，它有这个，不可以，出不来。那么单走是最强的。先看黑棋怎么应。黑棋怎么应？黑棋、啊、比较老实。对，你要走，你看，你这个时候他就盼着你来强的。你如果这种，那他合适了，他就希望这样了。嗯。这样的话，你看他就断一断，那他就来劲了。不过看到这首棋的时候，心里有点感慨吧。假如说在这之前，李正浩如果下的积极点，可能也就不会到这个时候，最后来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招法来拼胜负。拼胜负啊！对，刚开始如果积极点的话，哪怕是收官的时候，对对对，或者一开始，我总觉得这盘棋李正浩下的其实，有点保守。保守啊。李昌浩有点保守，我觉得就是说官子最长项的地方他失败，就最长项的官子、嗯、李昌浩官子，你看当年的官子多厉害啊，这个官子的地方我看古力走的官子反而说的比李昌浩还要强、嗯、这个啊，嗯，这个如果走这个不行吗？走这个那我看走这个，我看好像也就是这样了吧，黑棋也在走这个，反正这样收下去肯定也不太够，也不太够，也不太够。嗯，也可能他把它压过来，黑棋太厚了，压过来，这个棋呢，你长尾冲从这边出来，就白棋哪儿都不太 对，总觉得是这样。对，你说的对，太厚。嗯，这个地方那面可能也有点问题。嗯，哎，他从这儿出过来。那一般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扛住这个，把、啊、这个守住，飞檐守住啊。不过后面的进程也挺有意思的，后边应该扛住这个。后边走这儿啊，走这儿。然后黑棋尖。这个也不得了啊，这个破了之后你还没活呢，这个白棋没活呀、啊嗯。所以后面进程也挺幸运。我觉得这个是李昌浩拼命，有点拼命感觉。打吃，这个是打吃是先手啊。嗯，这是你的，然后再打，这倒是有点病情，其实挺变化挺简单的。哦，他有点过于拼了吧？回去。回去。嗯。啊，这儿一点要死，
是吧？应该黑的虾。黑虾，对。然后黑鸡补上吗？嗯，那这块怎么办？现在？现在是这块棋。白棋怎么办呢？白棋怎么办呢？这块你要是还没活呀？对，没有活呀。黑棋走这。其实我看也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读不这个就可以了，让它连回来。啊，这个地方你的往回连，不连我这一段你就死了吗？嗯。不，这个就是这个石墨这。哎，对啊，这个没有关系吧？这个围上这个，你这个也破了好几目，这也五目棋吧？嗯。你这儿单关连回来，我这儿只缩回去一目，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样下就可以，我觉得可以这样，是不是？可能后边的一个定型会觉得对这盘棋的胜负来说更加完美一点。这个鼓励也是，这是也是可能更加好看一点。也是一个好机会啊。嗯，这个李昌浩他也希望把棋相下的完美一点。嗯，这李昌浩你看世界比赛冠亚军比赛能够这样的机会，这太难得了，是吧？正好是自己比较发挥的，能够下出好棋，他也想也想这个时候过瘾了啊！对，更加扬眉吐气，他先走这里。他想先走这儿啊？你粘上的话，是不是就来这个了？不是要这个了？就是要整块棋都吃。吃我吃白棋呢？我看行。你看行啊？我看行。那单断不也可以吗？单断，可能这个是不是更加变化更清楚一点？单断，他怕什么之类的啊？单断这样。这个就是先把他的眼给灭眼，反正他觉得灭眼很可以的。嗯，灭眼他觉得这个你哪能不要啊，是吧？他就没要了，不敢要了。好，先挤这里一段吃。好，先手。嗯，然后断这个，这形成一个转换。腿。对，这个都吃干净了，这个都是吃进去了。啊，那现在就是这个白棋吃了。嗯，白棋吃了。白棋把这边吃了。能断一个白棋难过的地方。对，白棋必须。因为叫吃的话，这个气不对。嗯，白棋得补。做这个，这个倒是白棋吃黑棋，因为你这个等于这样啊，这里面的气啊总是白棋快，你没法有个眼杀，黑棋没法收气。对，嗯，就算你打完这个没有用，你怎么说？没有的收。没收，没在收。你敢几气吗？不敢吧。不敢，这个行里知道怎么。行走哪儿都行。哎，这个也行啊。这个有可能行，也可以，也可以。这个也行啊。对对对对。好，反正这两个都可以。可以演示一下。走这个，然后。下一步很重要。我看看啊。下一步很重要，只有一步。这个。哎，这就完了。哎、没有就完了，这小事，只有这个。看这个从对，从这个。只有这一招，只有这一步。从这边。从这个。嗯。这样，反正始终让黑棋不入就行了。小事不入。啊、嗯。哎，这个你可以看的这个更清楚。我觉得这个更清楚。哎，对，这个是啊，这边强。对，这个更清楚。这样看的更清楚，你接不住啊，只能走这个，这接不轨是吧？这个是里面没有棋的。嗯。但是这个棋呢，如果你要往这儿损呢，那就很难说了。嗯。这个棋。所以黑棋也不用这样。不要去走这个。黑棋就点。这个棋鼓励判断清楚，因为这个木啊，它数清楚。这个棋呢，应该是鼓励的时间呢，还有富裕。应该有富裕。哎，应该有富裕。这样。这个李昌浩相对可能时间要紧一点，这棋他就把这弃了，弃了的话，黑棋是便宜吗？我看也差不了多少，啊，不算便宜，十五，七十四，十五十六十一十八十九，差不多二十目。二十目，这个棋呢也有差不多，差不多。这十目，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差不多，是吧？嗯，差不太多。这十九目，这二也差，十九目差不多，但是呢，这个黑棋定型了。嗯。哎，因为本来距这个转换应该说差不多，但古力呢也想追求一个，这个，就说是、下的更有趣一点。对。这个棋呢，以后这个地方收官呢，以后啊，这个地方白棋会这样收，在这儿，哎，在这儿，这个点是好点。嗯。就这么收。
这么定型啊，这样会好一些。不过白棋现在已经没有心思再往下了，黑棋实战是下到这儿挤的时候，白棋就投子认负了。啊，这个李昌浩他这个时候啊，这个地方这一挤啊，把李昌浩的意志给打垮了。你的话要团，然后再一立。不，他主要是这个，他是不堪忍受。本来如果冲着先手冲着什么都冲着一个，他一挤的时候，你看顺势在这儿冲，这个味道好，嗯，这个你看形都好，而这个时候啊，他挤的时候他不能走这个，走这个被真的是入进来了，只能挤的时候只能团回去，对，他强行的给把头摁进去，真的是这口气你都咽不下去，因为你走这个被他挤在这儿也不行。你怎么走也都死了，打吃的没有用，他这个铜墙铁壁，而且这都在他嘴里，这个棋啊没有办法，只能忍受这个。当你忍受完了，你再冲这个，人家这个就已经先去便宜了，嗯，你再冲这个就变小了，本来你一手可以在这儿，你等于自身多一个，这个地方挤一个，我估计是挤一个，让李昌浩委屈到这儿之后呢，黑棋也可能会走这个，挡这个，来挡这个。其实如果这样的话，全局要算下来啊，嗯，这十目以上，十目以上，差距还挺大。我看，我只是说，只要十目就是一个，保险的系数，那十目肯定多了，肯定还多，多少的问题不知道。这个后来我没有细数哈。这个棋呢，就是，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那205的一手，对，李昌浩认输了。这个古力呢，就中盘获胜。嗯，应该说古力下这盘棋还是赢得挺漂亮的啊。对，赢得挺漂亮。这个古力还是厉害。这对于古力来说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盘棋。对。关键的是把从李昌浩手里拿过来。嗯。这个，但是这个李昌浩啊，这个相反就是，就是的确，我们不用像过去那样对他的那个认识啊，我觉得应该改变。他这个棋下的，就是说明显的，就跟过去相比就有漏洞了。对，以前是一个明证。再说官子阶段，我们说探讨啊，不光是我的意见，也有别的高手的意见啊。他这个说有几个方向，你比如说这个地方走，还是在定型当中啊，就是这个尖之前这个定型啊，你可以积极一点。那个时候白棋啊，可能是这个全盘最好的时机了，我觉得最好的时机。那个时候就到官子阶段，可能是最佳的一个时机。嗯，如果定型定好的话，有可能白棋啊，还有点希望，不差，不差，或者说不差。或者不差，但是走了几步之后就不对了，就不对了哈！一下子刚刚是觉得古力很危险的时候，但是过不了多久，一下子就被古力这几招棋很漂亮的官子一连串的组合拳呢，最后这个棋就定型了，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嗯，好像总的来说非常的也。值得非常高兴，然后古力是也是中国棋手目前来说拿世界冠军最多的一个棋手，拿了三个。哦，拿三个。对，唯一的一个。然后其实对古力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另一个起点和高峰吧。无论是他对他自己，还有对整个中国围棋来说，还有对广大的棋友来说，今天应该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天。有古力啊，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对，我这个对这个我们这个棋手啊，就是世界比赛当中。实际上拿世界冠军呢，不是相比于韩国棋手，应该说不算多。对，但是这今天这个第21届富士通杯这个世界冠军拿的，其实分量挺重。分量挺重的。对，先战胜就把韩国二里都是古力干掉的。对，这次还真的是赢了二里。嗯，这含金量应该很足很足了。这个通过这个富士通呢，在这个比赛一轮的上去，他赢的是二里上来的。对，半决赛又赢的是长浩。对，这我是货真价实的，应该说是比较令人信服的一个世界冠军。对，是吧？那么祝贺古力。对，那么好，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